那两卡三卡也没关系啊。问题你会很辛苦啊，你恐怕不容易摄心啊，因为太累了。所以我们很明显，我们的身体会变化。但你的变化，身体的条件越减低，你的本身内在的心念的力道要提升。你用你的心念的力道去补你身体的不足，要在你还有能力的时候把这个能力培养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你边吊点滴，念佛还能一心，就这样。看病的是由身体的病是由看病人负责，念佛是我这个病人负责啊，大家各负各的。医生你负责你的，旁边看病人你帮我按摩，那也是你的事，那我就负责念我的佛。不要你又嘛想东想西，烦恼一大堆，安安心心就那个，这个功夫就是你平常练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有分初习行、即或已习行或久习行。那这个在佛法里面有很多观念，其实都有点到。那我们也必须要这样规划。所以我一直想说，假如在一个常住里面，一个常行在修行，除非他自己自愿，否则的话，到一段时间，他的执事。他的很多东西可以跟慢慢免，慢慢免。为什么？让他一心专注念佛。而有的人因为他的习性或者他欢喜，他说不要让我随缘种种菜，可以，只要你高兴就好，只要顺你的道心就好。但如果你很想一心精进也可以，但往往有时候会出现什么？我提供你条件，提供你环境，但你的心没准备好，那就麻烦了。条件是提供给你的，但你没准备好，那这也未必能受用啊。好，好，若出习行，将至佛像所啊，或教令至往地观佛像相好，相相明了，一心取持，还至近处，心眼观佛像，用心哈，不是用眼睛，令意不转，细念在相，不令他念。他念色之令常在相、哦、所以他经常要、就是这个前面我们有类似的经验，他就必须要到佛像的地方观过来、哦、所以你看啊，这里面其实都有环境的塑造，环境的塑造就是说他们很难得去看佛像，所以会带着很恭敬的心去取这个像，取这个像以后回来视之为佛取观。好，这时候他还有一个，我讲这一段里面其实最主要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他又是另外一个择心法。我们前面的择心法是择什么？我末法到了，监狱门烧开，大赦之门开了，你还不出去，你还要再关着吗？这是另外一个择心法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学几套择心法，那学到最后取你自己一套，你自己最有效的。所以有时候有人生过重病的人，其实那一套非常有用，那一套是自己独有的版权所有，因为你曾经病得差点死掉，这个非常好用，对不对？我算是这条命是多余的，现在还在懈怠吗？上次要死的时候，我正念都没有分明啊，现在好不容易救回来，我哪敢再试一次？赶快啊，你现在上次没死，这次你也即将死，你还懈怠吗？类似每个人都有一个择心法，类似，所以有的人有一些经验，他就很好择心。那师就这样，师当教言，若心不住，师当教言，如当择心，犹如受罪，不可称计，无计生死，种种苦恼，无不根受。落在地吞饮羊铜，吃烧铁碗，落在畜生，食粪啖草；落在恶鬼，受饥饿苦；落在人中，贫穷困厄；落在天上，私欲忧恼。天上人要私欲的时候，要堕的时候，也会忧恼。常随如故啊、你要择心哦，骂你的心哦，你让我跑来跑去，在六道轮回啊、常随如故，令我受此种种身恼心恼无量苦恼。你这一块心，莫名其妙的心，我随你而走，东跑西跑，跑六道轮回，受无量苦，今当自如。现在换我来控制你，如当随我。
以前是妄想心带着我六道轮回，今天是以念佛心抓住你，让你跟我走，就用这种心啊。吾今细如一柱，我终不会为汝所困，更受苦毒也。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被你所牵绊。啊，其实我以前我就讲那个观念，就是我为什么睡觉睡不着的时候就用这一招，哎，你再不睡，不让你睡啊，这样哎，我不会说睡不着，赶快想赶快用什么方法睡。那昨天晚上没睡，白天一样找机会睡。我不是，今天晚上限你几点睡，不睡明天都不让你睡，嘿，不然老是被他睡眠带着跑，会挂碍啊。那这样越睡越麻烦了、啊。你不睡就不让你睡，所以很想睡不能睡，谁叫你，我告诉你叫你睡你不睡，现在不让你睡，所以我就不让他睡，隔天就很快就睡了。太软弱才会被他一直牵着，哎，这个老是，所以我这个理论后来那个医生也证明，我本来以为这是我自己瞎掰出来的，结果他后来医生说晚上睡不好，想白天补睡觉，这个观念也会有挂碍，所以不要坚持一定要睡，怎么样？你就固定时间啊，不睡就不睡。那该起来的起来，睡不一定要睡。那你一直挂碍睡眠，它会形成心理障碍。哎，没想到我这一招医生证明了，哎啊，我在这里有说，我要从这里招出来的，哎，好。好，如是不疑，不疑啊，心不，就是我如常困我，我今要当以是困如，哦，这个个性就出来。所以你看，修行人有时候要耍耍脾气哦，哦，这个脾气倒还蛮好用的。你绑我，我绑你，哦，如是不疑啊，一直骂完了，哦，心不散乱，哎，所以应该也有好处哈，哦，不错哈，哦，嗯，好，嗯。这个其他是观这个相的哈，我们就不谈哈。我最主要是要谈那个，地方哈。我们这里面啊，这个看33页，啊，33页的那个上栏的那个上栏的哈，尾巴哈，倒数第二行哈，其实我们看最后一段好的上栏那个 第二段有没有看到儿时复念，尤其复念二佛神德三世五佛乃至无量尽虚空界皆悉如此，皆悉如此，复还见一佛，能见一佛作十方佛，能见十方佛复作一佛，你看就跟前面不是一样吗？一佛变十方佛，十方佛转为一佛，其实你看这都是在调练身心，你的身心不会被固定的格式，就是因为你心是不限定在一定相里面。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义吗？我们现在就是东就东西就西，个性这一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，所以变成我们的心经常被一定的痕迹所限制。你看哦，我现在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到九，回想处，然后就下来，我不一定要往上，我下，而且我也不知道顺序，我可以用跳的，我就左右跳，弄东跳西跳，为什么？表示我的心不受一定的形象所限制，这时候就容易舍，为什么？这样的身心柔软很容易入空观，因为唯有你将事情看得很硬很固定，受他的制约，受他的束缚，执此法为实际，非得依此法，这样这样这样，表示你的法执重啊，是好，我左用的调练到我心不安一定法，我知道待此缘，我现在起个念头准备入二禅，二禅依什么心？我心起于二禅相，然后马上入二禅。我知道二禅没有一定法，二禅是待缘生，所以我心生这个念入二禅，心这个念立入四禅。我没有一定要依什么法，是不是？他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呢，
那能见一佛做十方佛，能见十方佛做一佛，能令一色做金银水晶辟琉璃色，随人意乐悉令见之。其实这个就是神通相了，这个就像那个十遍处修到最后的现，他能心念转，所以你看啊，随心念能见到这个，这就神通就有了。你看怎么样，地变成水，水变成地。我常举的例子就是那个神通里面，因为我一直在留意到这一部分的哈啊，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坐着，我灌这里水，我就沉下去了，那我就跑到那边，那灌那个东又浮上来了，哎，啊，这个我灌这里如水，我就沉下去，啊，所以我就讲说那个达摩祖师的，达摩祖师那个一苇渡江啊，啊，那因为他为什么用一苇？因为如果观成地要用走的，他用一尾有点开七艇比较快一点，他可能有点走得太慢的感觉，所以他就用一尾渡江，有点搭小七艇这样过去，这样大概是这么想法吧。哎，我不知道，不过能不能可以有神通就这样啊？有神通就他把地把水当成地，就能这样。你看他现在到这种念佛念到最后也有同样的神通出来啊。那随人意乐悉令见之，这时候他是随他的意念一起，相就能令一色做金银水晶琉毗琉璃色都可以。而时为观二世，虚空活身及活功德更无意念，心得自在，意不慈善，是时得成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你们知道一下，念佛三昧啊，若心慈善，念在五尘，注意，若在六觉者，当自啊、这应该是怎么念？续免嘛，续免克力起心，强制福至。你看呢、啊，很有意思吧？你如果不能念佛，你心念五尘哦，若在六觉，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往外，你应该强制让心安置。其实这不是逼迫，这在修定啊，在成就广大功德啊。所以你应该乐意行之啊，乐意去做，好，好，这里面是这个意思哈。所以这个部分啊，一路上走到这里来，那我们来看这个大方等大集经菩萨念佛三昧分里面的正观品，好，这里面他怎么讲？儿时不空见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诸菩萨摩诃萨欲得成就诸佛所说菩萨念佛三昧，菩萨念佛三昧，所以菩萨也念佛，大家都念佛。彼菩萨摩诃萨应当清净修习合法，能得成就思维三昧也。好，思维三昧，你看这里面用词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？思维三昧，思维会不会得三昧？一般不会用的人思维很难得三昧，但如果是你看哦，在阿含经里面具解脱跟会解脱，会解脱怎么样？思维得三昧的，得思维得解脱的，就在跟佛讲几句话以后就正果的。你在阿含经看那个正果的有没有是在打坐正果的？很少提到，大部分是怎么样？几句话谈完正果的。好，我常举的就是那个躺在病床上都快死了，一跟他讲正果，哎，你看身体那么苦恼，他也能正果，可以哦。只要你刚好符合那个心开意解，你心思维法，因为我在讲说，从没有固定烦恼绑住你，让你不解脱，是颠倒无明，所以只要破颠倒无明，就正果。是不是？所以只要思维如法，把那一份最根源的纠结给放掉，就成果。所以有没有一定依什么依什么啊？在四书地两要依什么？到最后一关，其实这里我们依众多因缘成就这个思维力才解脱，没错。但其实这是因为你在四书地里面你有很多众多烦恼要相应对治，具足福德资粮。可是真正解脱，你会知道其实从来没有写无缚无脱吗？没有人绑着你，你没有那个，你只是因为无明束缚，
所以我才讲说，当我们在修学的人的话，念佛能念出这样的味道，念出一个豁然开朗，念出来活在何处，原来活在当下处，活在就是这个我妄想心念一佛的时候，我知道究竟什么才叫做迷跟觉。众生叫迷，佛叫觉，念佛如何以迷之心念出觉来，这就是真念佛。你不妨看看，他其实是在从这里谈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哦。所以思维三昧哦，所以说如理思维其实是一个法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处哈。二十世尊告不空见菩萨摩诃萨言：不空见，若诸菩萨摩诃萨欲得成就诸佛所说的念佛三昧，欲得常读一切诸佛成事供养，彼诸世尊欲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这其实念佛见佛都是所有修学者所要的。我们现在经常在往生啊，除了世间苦，其实菩萨为什么要见佛？因为他想要精进佛道啊。啊，哪里有善知识可以参学，我当然去啊。像现在善知识难找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没见佛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想见佛是准备修行用的。所以菩萨不是一味想舍离，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有谈到，《十住毗婆沙论》有谈到众生。怯懦众生念佛，好，怯懦众生念佛。但其实，在其他经论里面，同时选到菩萨为什么念佛，不是怯懦。我念佛，我承认我怯懦，因为我知道我还被烦恼所困，那是我，所以我乐于承认我怯懦，但我却还有一份精进勇猛心，想要往生，好。但面对苦恼生死苦，我尚无法度脱，所以我承认我有这份怯懦。但不要以为所有念佛人都是怯懦，因为很多菩萨都要见佛，甚至要取佛土，因为他是更精进的于佛道上，所以念佛不是光只是怯懦者在念的。因为菩萨他精进求于佛，要行种种的供养学习这方面，他要亲近佛，所以他为什么要念佛？他要见佛啊！所以念佛法门不是光只是那种不得已啊，所以要求生净土，不是。如果从这里来谈，不是这样的啊。然后当正念远离邪心，断除我见思维无我。好，这里面有意思的，我们现在这一步以后就开始走到念佛更核心的原理喽，啊。那走到这个就是整个止归之处，修学念佛法门到最后要会归的核心地方。好，他说如果你要成就念佛三昧，应该要远离邪心。哦，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断在念佛，我们以念佛为一个主轴方向，一直念佛起觉远离邪心，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念佛就是这个功能。因为你的心要没有一条绳子绑着，你的身心六神无主，随境而转，随业力而转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主人，这个主人让驾驭你。好，那我就以念佛起什么正念，因为正念能镇定。好，我正念昏迷的时候，我经常以念佛念，不管你的念佛的内涵多深多浅，比没有念强很多，因为他在绑着你，绑着你的心就会远离邪心。所以念佛第一个创造功德，远离罪过。他同时一个念当中，不管你往不往生，不管你修不修净土，你光念佛起念佛念就具有这种功德。所以为什么讲说我不念佛，没有这种道理的，任何人都念佛，佛弟子都念佛。所以对一个不管你是修哪一个佛法的人，初学者哪有一个不念佛，三皈依就是念佛啊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再过来啊，断除我见思维无我，当观四身如水寂寞，当观四色如芭蕉虚，当观四受如水上泡，
当观是想如热实焰，当观是行如空中云。哦，这个阿含经都同样的有这种内涵。观当观世事如镜中相。哦，这里面你看到，哦，若菩萨欲入四三昧，应当生生不畏之想，当念远离机嫌，免他呵责。为什么？你要慈悲，哦，不让众生机嫌呵责。当念除去无惭无愧，成就惭愧，应当成就奢摩他毗婆舍那。这里面所有功德都进来了哈。当远离断肠二见，常念一心精进，勇猛除去懈怠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我们要讲众路断啊？远离断肠二边念佛。所以我们了解般若之见，那么成就真实念佛，何以？而且真的要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人不适合？因为你连初级的都没有，所以暂时不给你那么多。但实际上对一个真正，哦，我简单来讲，就你越想让你的往生具足更具足的功德，你应该让你的见很清净。那我的意思不是要增加你的心理负担，那我还要读很多论。我不是昨天跟你讲吗？吴比丘没读过佛经啊，吴比丘没有读过佛经，但他能解脱。重点不在于你读哪些经，重点是你有没有随观五蕴空。我们现在不要谈那么多的教理。当你念佛念到身心清净的时候，你试着看你所挂碍的东西，原来是那么样的虚伪无常，这就是这个道理了。你没有读中论，但也符合了中论的道理；你没有读般若，也符合了般若的道理。因为你的身心稳定，你的智慧开启，你安住念佛，你的身心慢慢能看清楚，这色身不可爱啊！从小到大，从没安定过啊！对不对？我的感受都是带缘而生啊，那不是就是刚才讲的吗？那因为我心爱，不用讲，你们都有。但如果没有的，应该要具足啊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念佛德，念佛德一定会生惭愧嘛。我们前面不是讲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以圣者清净为所缘嘛，所以心净所缘就会对比不清净嘛。就会生惭愧啊，就会生惭愧，他一定会有的。那个一个法生起来，就经常两头走，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像我现在谈，因为我怕说大家把这个道理啊，因为这个道理可以讲到更深细，但如果这个道理讲到太玄的时候，很多修不来。那修不来的时候就很可惜。我们谈佛法，就希望大家能修得来的啊。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假如我们念佛念到最后，虽然身心很专注，但对世间挂碍依然存就，又然执着，不是这样不行。这样表示你的念佛三昧很难成就。不要讲三昧，念佛心都障碍很多，都障碍很多。所以我这个里面，这是因为从于佛法念佛念觉，觉念而起产生的对世间的割舍，是自然的，应该要有的。可是你发觉，你念佛虽然很欢喜，是不是功德？是，但对世间诸法却依然执为真实。你知道，你变成会人格分裂，一手抓着进娑婆，那一手佛你接引我，我说好啊，放手。不过他很可爱呢。所以我才会举例说，假如我们现在火突然降来，我要接引你们走，请问有谁马上上去？有的人是不是我稍微打个大哥大跟我家讲一下，会不会这样想？我这样想就完了。为什么？这不是说火不火，你那么吝啬，你接我那么等个一两分钟，有什么那么快怪吗？火你不会那么小气吧？不是火小气，是你这个凡夫心让你不能去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如果你家还有可爱的小 baby， 那你现在火要来接引你，你会讲说那我想去啊，他怎么办？那就凉拌了，还怎么办？
你就留着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我还够做些小白兔嘞，变哪？是，所以我才会讲说，假如我们现在，我常举例的哈，这个例子很有趣啊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听课，听课啊、哦，不要说多伟大，现在有人不是诈骗集团拿一箱钱，请你出去拿，签个名就拿进来，不是诈骗的，现钞，你要不要出去？因为你们当然摇头咯、哦、因为没有来嘛、哎嗯、那如果真的呢会不会去啊？不会、嗯啊、恐怕不要一箱哦，一叠就可以了、啊、是不是？会不会？会是正常的、啊、不会不正常，所以不正常才往生，很难哦，是不是、啊、很难。所以我们这样光讲课，因为你要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，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动摇。但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动作嘛，就这样出去就进来而已啊，签个名总共也不到一分钟，你想一分钟有差那么多，解脱有差那一分钟的吗？啊，嗯，老